目前风台是伫缅甸引发重大灾情，已经造成113人死亡，佮64人失踪。啊，那北边只风台是伫今日登陆上海浦东，是1949年以来登陆上海上强的风台。上海有真侪地区已经发布红色预警。风台无结，地处缅甸落大水雨，道路淹起，双层触体，小船出动，甲受困的民众救出来。无结的威力，佮引发大水甲土石流，地处重大死伤，超过320,000人互强制撤离，佮有人失踪，当局是继续搜救。大前几十年的缅甸拄着无结，人民是更加痛苦，已经有超过23.6万人互安置伫187个救难营。军政府则是罕见向国外求助。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讲，无结是今年亚洲上强的风台，扫向越南、寮国、海南岛、菲律宾，并且伫缅甸造成毁灭性的破坏。中央媒体则是报道讲，5座水坝、4座宝塔、将近6.6万栋的厝体、375间学校，佮有1座寺院，拢互毁掉。数公里长的道路，佮其他基础设施，拢互冲走。伫太平洋地区的贝皮加风台，已经登陆上海、浦东、临江新城。根据中国央视报道，贝皮加登陆的时，中心附近上大的风力14级，等于是每一秒42公尺。中心上低气压是955 HPa， 是1949年以来登陆上海上强的风台。东港口、内外海域拢发布海鹰预警。油布全部都盖好了吧？四级大风一滴应该是一滴事就没有了吧？台风很快又要到了，这必须要休息一下。中国中央气象台指出，目前风雨无停，不过贝皮加的速度有小可减慢，建议民众踮伫厝内，并且预报16个日时，安徽中东部、江苏南部、浙江北部等大部分地区有大水雨，降雨量大约是100到190毫米。上海、浦东、金山等等真侪地区停班停课，上海地铁高架地面路线暂停服务，市内所有高速公路拢封起来管控。浦东甲青桥机场当天是取消900班机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。